Yeah.
传一法师，各位护法干部，诸位法师，诸位莲友，大家晚安。好，时间过得很快啊、这个月今年三月才刚刚讲，我常常觉得好像在做梦。上个礼拜才刚讲完，哎，这个礼拜就又来了。很高兴各位是很有善根的人。我也很高兴为大家介绍《菩提资粮论》第五。这一次的主题有两个，第一个精进，第二个大乘的三摩地。所以按照惯例，我们先共修，请看59页。我们先念华严会上佛菩萨三称十大愿王的偈颂，接下来大恨普贤菩萨往生咒三遍，念完以后我们请关灯，我们会静坐三分钟，然后静坐完了以后，我们今天才开始讲今天的精进。对，今天讲甲午精进不退第四资粮。那我这次预计会把精进、第四资粮跟第五资粮，就是大乘的三摩地给讲完，所以请各位用心听，请合掌。如果你不方便，可以拿着你的法本。南无华严会上佛菩萨。
以供养诸如来，最胜依不最胜修，我向朝向欲等诸一切如妙道具，我悉供养诸如来，我以广德深解析，深信一切善事佛，心亦不见恒远离，不偏供养诸如来，我悉所造诸恶业，皆由无始贪嗔痴，从生于一智所生，一切我今皆成为，十方一切诸众生，得真有学即无学，一切如来与菩萨，所有功德皆随喜，十方所有是简单，最初成就菩提真，我今一切该困境，转于无上妙法轮，诸佛罗喻是涅槃，我悉自称阿群起，唯愿救助刹尘劫，离乐一切诸众生，所有礼赞供养故，请佛祖师转法轮，随喜忏悔诸善根，回向众生及佛道，愿将一次生功德回向无上真法界，心向不拔即生界，二地龙洞三昧，如是无量功德，我今皆悉尽回向，所有众生身口意，见我难帮我法得，如是一切诸业障，心皆消灭尽无余，念念执着于法具，广度众生皆不退，乃至虚空世界尽，众生即业烦恼尽，如是十方光无边，愿尽回向亦如是，南无大恒无限菩萨，南无大恒无限菩萨，南无大恒无限菩萨，南无阿弥陀佛耶，多大劫多耶，多地耶达阿弥利多菩提，阿弥利多悉檀菩提，
阿弥利多比迦兰帝，阿弥利多比迦兰多，揭弥尼揭揭那智多迦利娑婆诃。南无阿弥陀佛，耶多大揭多耶多帝耶他，阿弥利多菩提，阿弥利多悉达菩提，阿弥利多比迦兰帝，阿弥利多比迦兰多，揭弥尼揭揭那智多迦利娑婆诃。南无阿弥陀佛，耶多大揭多耶多帝耶他，阿弥利多菩提，阿弥利多悉达菩提，阿弥利多比迦兰帝，阿弥利多比迦兰多，揭弥尼揭揭那智多迦利娑婆诃。好，请合掌跟我一起念三称本师圣号及开经偈，念完以后请关灯。好，一起念：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，无上甚深微妙法，百千万劫难遭遇，我今见闻得受持，愿解如来真实义。请放掌。好，先把背挺直，肩膀放松，请看幻灯片。观想自己坐在莲花里，这是毗卢遮那佛，也观想自己坐在莲花里，所以先观想自己坐在彩虹像透明一般没有实体的莲花，你的身体也是透明的，背挺直，肩膀放松，不要紧张。然后呢，注意力放在肚脐以下三指或四指的地方，丹田。这个修行的方法通于南传跟大乘。先把你的心给定下来，要听闻无上的妙法，要以清净心，不要以散乱心。好，现在开始静坐三分钟，你的念头跑掉的时候再把它抓回来，不要压它，也不要跟随它，就注意在丹田里，这样静坐。好，眼睛眨一眨，结束的时候不要用手用力去搓，不要手放下，这样的方法不对。当你像火车一样，有没有看过火车停的时候一定是静止的，当静止的时候它启动的时候不会突然这样飞，开动的时候一定是慢慢的。其实当你们静坐完的时候立刻拨下来，你可以放心手，你可以轻轻的动一手，但不要用力搓，这个方法是不太正确的。再讲一遍，飞机下降的时候一定是慢慢的，当它完全停止的时候，要起飞的时候也一定是慢慢的。所以当你心很静的时候，出定的时候，不要立刻搓手，这是给你的建议。好，现在请看这一次讲座。
很高兴这次继续讲龙树菩萨的菩提资粮论第五。好，请看幻灯片，因为它要录影，所以是 part five。 那这部论事实上非常的殊胜，从龙树菩萨的论呢翻到中国以后啊，在魏晋南北朝到唐朝之间是很多人读这部论的，但是从宋元明以后呢，这部论呢、被重视的程度就比较差，大部分人都知道龙树的中论或者是大智度论，但是在所有的大乘佛法里面呢，最重要是发菩提心，行菩萨道，行六度波罗蜜，所以这部论很可惜的从古至今都没有一个注解。很感谢海印古寺的传一法师，他非常有智慧的祈请了讲这一部论。虽然今天是第五，但是呢我们讲是八月二号到八月九号，一共八天，两天礼拜天呢因为要敲钟，所以九点结束，所以事实上我只有一个小时可以讲佛法，请你专心听。明天才开始回答问题，回答的问题佛法浩瀚如海，所以请你以先问这部论里面你不懂的地方，还有修行的问题，不要问太多太远。比方说各位很喜欢问楞严经，但是这个不是楞严经讲座啊，我也喜欢楞严经啊，对，你应该请问讲楞严经的法师。所以我想你专注在大乘的菩萨道，还有所讲的经文以及例子不懂的地方，还有你个人修行的问题，这个我会很欢喜的回答，请看幻灯片。所以一个道场要成立是八十周年是很不容易的，古人讲人生七十古来稀啊，但是也有一句话，人生七十才开始，对不对？中国人实在是太聪明了，怎么讲都可以。那请问各位，我做一个调查，在座你有把握你会活到八十岁的请举手啊？都没有啊？那你们八十岁之前确定就要走了吗？七十岁的请举手，你觉得你可以活到七十岁的，对自己要有信心。对，六十岁的请举手。好，那请问其他没有举手的请举脚，你在干嘛？打妄想吗？所以人要活到八十岁，听好，怎么样修来的？要有福报，没有福报你是活不到这么长寿的。所以长寿不单单是指啊、我每一天要吃燕窝，要吃鱼翅，我要吃山珍海味，这是其中一个条件。注意听，我现在就教你怎么长寿，好吧？对，因为每个人都怕死嘛，对不对？所以你希望自己长寿，第一，生活要正常。你生活不正常的话，你这个身体呢，像一个蜡烛两头点的话，那一定是短寿的。第二个，要有健康的食物，还有适当的运动。中国人不是讲吗？活动活动，对不对？活动活动，你看这样不动就死了，翘了躺在这边，翘辫子躺在那里了。所以尤其很多五十岁跟六十岁以上的老菩萨多运动，拜佛也是一个很好的运动，忏除业障也是拜佛。年轻人当然要运动跑步，做健康的活动是很好的。所以第二个条件，你要有足够的营养跟适当的运动。第三，那万一现在医生说你得了 cancer 怎么办？凉拌。那要治疗，身体像轿车一般，让你用个七八十年。很多老菩萨或是很多佛教徒有时候都会把一厢情愿的推给佛菩萨。哎呀，大悲观世音菩萨，请你保佑我啊，我要健康长寿，我不要那么早死啊。可是你不吃饭啊，很固执啊，叫你吃药你也不吃啊，那一定很快就走的。为什么？就像车子
好，各位在新加坡大部分都有车子，你车子没有汽油了，那你现在要开往新加坡机场 airport， 难道你还继续开吗？你已经没有油了，当然你就要加油啊。加油是什么？是有智慧的处理。你不能说哎呀不管它了，对不对？反正我就往东边开吧， East Coast Park， 一直开开开开，最后掉到海里去了。你一直开一直开，在高速公路上就会发生车祸啊。为什么？因为你没有油了。所以学习佛法要知道有因缘果报，有智慧，有智慧的处理，不是一厢情愿的，只是说我丢给观世音菩萨，那剩下我就不管。同样，你这样还是不能长寿的。所以，假如你现在得了癌症怎么办？该治疗身体还是要治疗身体，该去看医生还是要看医生，但是要问过合格的医生，不要乱乱吃药。就算你现在很认真的念药师佛咒，很好。念大悲神咒也很好，那是改你的业，但是注意听，你这个身体是过去的业跟烦恼所显现，所以你这个身体不照顾的话，它还是会爆胎的。爆胎的话，那你想要活在这个世间也没办法，那你就得走，业力推动你往前走，听懂吗？所以你念佛诵经的确可以解决你的业，但是你这个身体啊所需要的营养条件你还是要继续维持，所以要继续看医生。除非你修到你的心不受苦的感觉，你才可以说不用去看医生，不过一般人不容易，对不对？接下来药物也可以让你延寿，比如说这中国人最喜欢吃什么？燕窝、人参、貂皮、乌拉草，对不对？人参，对不对？人参的确它是可以补气，可以让你长寿，可是你若不改你的业的话，那活了那么久不就变老妖精吗？对不对？所以你活了长的命的目的是什么？继续帮助众生，必须学习佛法，必须继续利益众生，继续行菩萨道。接下来一个，念咒也可以让自己长寿，念大悲咒、药师咒、准提神咒或六字大明咒，你要很用功很用功的在一段时间密集时的念100万遍，你也会改你的业力。你的业力真的有时候你会做梦，梦到你呢吐肮脏的东西。你要甚至还有些人还告诉我过，他梦过观世音菩萨拿个剑呢破开他的身体，拉出肮脏的东西，很好，那个是代表业障忏除相。所以念咒也可以让你长寿。下面一个就是做广大的功德，比如说做大法会，或是呢你布施用很多的钱救贫穷的人，或是布施衣服、布施医药基金，做广大的功德。比如说你要点灯，点10万盏油灯，连续7天7夜不中断，这样子也会改你的业。但是你先决条件你要有福报，你若没有钱的话，你还是没办法转你的业。最后一个要精进的修持，也就是我们讲菩提资粮论，讲什么发菩提心、行菩萨道、利益众生。你肯发菩提心也会让你长寿。所以可见医生只能医你的病，但是医生不能治你的命。佛法可以改你的业，才是根本的改。所以希望大家都能够健康长寿。可是你希望你要健康长寿，可是你不从这些因缘果去努力的话，每天糟蹋自己的身体，每天呢伤害自己的身体，又造了很多恶业，那又很多情绪，然后呢又不运动，你们只会做一种运动叫爬枕头山，回家就睡觉了。睡觉当然很重要，但是睡过超过7个小时啊，各位就该起来了。睡太多并不很好，越睡是越累的，那你不如起来运动拜佛。所以希望大家健康长寿，这个是很重要的。
好，接下来再看龙树菩萨的菩提资粮论，看幻灯片。因为今天有一些新的莲友，所以我要简单花三分钟复习一下，从第一到第四我们讲过什么。龙树菩萨传说是大智文殊师利菩萨的化身，龙叫做 Narga， 龙当然跟蛇是同一族，但是呢龙王啊是很有福报的，但是呢他嗔心很重，所以龙死也是畜生道。那龙树菩萨呢出生是代表他是龙的家族。我们中国人也很喜欢告诉我们自己是什么，我们是龙的传人，对不对？龙，但是是龙的传人的话，龙啊我告诉你嗔心很重，脾气很大，所以中国人呢脾气也不太好。真的，你看中国人动不动都很容易发脾气的，因为我们都是龙的传人嘛，对不对？西藏人不同，西藏人讲他们是猴子的后代，所以西藏人呢这个很聪明，很精进，很聪明 clever， 当然太过聪明也会狡猾，但是西藏人就很不容易把心定下来。为什么？你看动物园 Singapore Zoo， 猴子都是动动的还蛮跳的，猴子是跳来跳去的。当然龙树菩萨是大菩萨再来的哈，他绝对不是畜生道，他是菩萨成愿再来的。接下来看西藏也有龙树菩萨，这是龙树菩萨的造像。好，先看一下，先看幻灯片复习一下。第一次讲座在讲义22到26，若你有原稿的话，甲一积聚资粮的缘起分二，乙一我们呢要成就无上的果位，无上菩提。既然我们要成佛，成佛是非常殊胜的，但成佛也不是那么容易。你专心听，现在不在讲义上，我叫你看讲义的时候会看讲义。成佛当然是很殊胜，在大乘经论里面说，甚至释迦牟尼佛要三大阿僧祇劫，无量阿僧祇劫。但有人会听到说，哎呀这么遥远呢，算了我不要。不要这么想，当你成佛的时候，时间跟空间啊是虚幻的。就像你在这边听经，有时候听一个小时两个小时，哎，一下子就过了。可见当你很专注的做一桩事情的时候，时间跟空间啊不是很重要的。那为什么佛经里要讲释迦牟尼佛要三大阿僧祇劫跟无量阿僧祇劫呢？代表他的大悲愿心啊，生生世世啊碰到困难啊他永远都不退转。生生世世呢碰到困难，他就 never give up forever， 永远不放弃，他讲的是这个目的。所以这个才是佛教大乘佛教伟大的地方。那你想要成就无上的佛果，脱离六道轮回的痛苦，那你就要问，我每天是不是在种因？种什么因？行菩萨道的因。举一个例子好了，我尽量举浅的例子，你会比较能够体会。比如说有些人他的肝不太好，现在的年轻人大家工作都很辛苦 overwork， 那肝呢有很多的药，在一个天然的药里面呢叫做芦荟。我爸爸以前呢，在我小的时候他也不幸得过肝炎，那时候一听到肝炎呢就是等于癌症，没有救。后来我们左邻右舍呢推荐我们种芦荟。芦荟英文怎么讲啊？对不起，我听不懂。 Oliva 是吗？ OK， 好，你们知道就好。那我们种了以后呢就非常的丰盛，然后每一天要剪一块那个叶片，把皮剥掉，然后当皮比较苦，把它用果汁机打碎，然后加 honey natural honey 这样吃。他连续吃了3个月，肝就完全好了，所以我爸爸活下来，到现在他还活着。我说明这个是什么？你要健康，你要每天种因。同样的，你的身体，有些人喜欢吃红萝卜汁，对，那你就每天喝，慢慢慢慢，你的体质就会改变。同样的，看幻灯片，行菩萨道，你想要成佛，那你希望你成佛这条路不要走错，你也要问你，你每天是不是也在种因？
你每天有没有精进的做功课？你有没有每天精进的学佛法？乃至于你周末的时候来寺庙共修、做义工、发心为一切众生服务，这些都是你的因。虽然没有 profit， 也没有红利，没有 salary， 但是你做得很欢喜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我这辈子每天都在往成佛的路上走，这个是你要每天努力的地方。所以《大智度论》里面讲，第一次讲座讲菩提心，讲慈悲有众生缘慈、法缘慈跟无缘慈，这个是很重要的。慈悲是先要有智慧的。好，这个呢，请你回去听 Part 1有 DVD， 我只是复习而已。第二个，请背起来，待会还要讲的。菩萨有三种正因，第一个大悲心 ，Universal Compassion，Universal 是指广大的意思。这里的大悲心不是大小的大，而是的没有能所对立的，所以英文里面或许用 universal compassion 会比较恰当。第二个要有智慧 non-dual wisdom， 这三个要背起来。我看哈，我可能要逼一下你们，不然每一次讲座讲的大家都很欢喜很欢喜，下次我拿纸考不及格的呢，在海印古寺大佛七。对呀，有些东西你得背。无二慧就是没有能所对立的这个智慧。第三个要有菩提心 Bodhicitta， The Mindfulness of Enlightenment， 翻成英文，这三个很重要。今天我们讲精进波罗蜜，精进不退，菩萨也要这三个条件而才会勇猛精进。先要有大悲心，接下来菩提心，接下来无二慧，这个要背起来。好，第二次的讲座呢，就讲到假二，明了菩提资粮的本体。第一资粮是什么呢？般若波罗蜜。所以为什么公开我劝你要念心经，要劝你念金刚经、小品般若波罗蜜，或是乃至于600卷大般若经？为什么？你若不了解般若的话，你对很多东西啊还是很执着，还是很计较，还是很苦。我很乐意跟各位见面，但是我发现有些莲友见我一次面、两次面、三次面，每一次啊都是家家有本难念的经，而且念的都是同一本，师父都记得他念三次。有些人哦，他告诉师父，他一辈子呢很愧疚，他可以放在心中恨30年。哇，那很可怜哎，你很痛苦哎，你30年都放不下。所以你要了解空性的道理。所以学佛不学般若空啊，到头最后呢是一场空。空性的道理是很深，我慢慢会讲。接下来再看第二次的讲座，讲六度波罗蜜。所以换句话说，在第二次讲座里面呢，我这边就有 DVD， 六度波罗蜜啊，我全部都讲完。我几乎把《大智度论》跟所有大乘的经论，重要的跟精彩的故事典故也都讲在这里，希望你回去要复习。接下来，好，六度波罗蜜大家知道，布施、持戒、忍辱、精进、禅定、般若，这三世诸佛啊，出世要讲大乘菩萨道，都是讲六度，乃至于下一尊南无当来下生弥勒尊佛。56亿7000万年以后，龙华三会，其实他一生不是只是讲三次讲法会。弥勒菩萨是度无量无边的众生，但有三次法会非常的大，第一会、第二会、第三会，有一会呢就会专门讲六度波罗蜜。所以你到了弥勒菩萨的座下，你还是要学六度波罗蜜啊。好，这里特别注意，每一度都有波罗蜜。菠萝蜜不是你们新加坡卖的那个菠萝蜜水果，不是。那要这样的话，那就天天吃菠萝蜜果就好了，不是这个意思。菠萝蜜是指与智慧相应的。不过老实说，新加坡的菠萝蜜果蛮好吃的，因为我们台湾没有这个水果。不过不要吃太多，太多会很燥热哈。吃太多的话，你可能就要喝椰子水了。好，接下来再看第三次的讲座是一《华严经》的十度，
讲第七、八、九、十善巧方便波罗蜜。善巧方便波罗蜜比般若波罗蜜还难修。善巧方便波罗蜜成佛的时候得位叫做妙观察的智慧。第八个愿波罗蜜，诸佛菩萨都发大愿。第九力，这里的力是指定慧力，戒定慧的戒定慧的力量。法华经有说，定慧力庄严，以此度众生。你要度众生，你要有功德力。好，对不起，我常常会用给浪的例子刺激一下你们。没办法，全世界地方都有这样的地方。请问你要度众生，帅哥美女，你去给浪走一下，你一下子就被人家度走了。你怎么度众生啊？先学着你的心要不受外境影响。这个也是这次我主题要教的，什么叫做止观。因为我们的心太乱了，我们常常人家骂我们一句的时候我们就非常生气，人家赞叹我们一句的时候你说不要在意不要在意，你头晃一晃，待会走到楼梯啊，你脚就扭到了，对不对？待会皮包就掉了，钥匙也掉了。其实可见我们的心常常没有力量，我们得训练。虽然讲座是很殊胜，为什么这么忙，我还是要你静坐三分钟到四分钟，这个你要常常练习。它不是只有在海印古寺里你要练习。举个例子，你在切菜的时候你的心也要很专注啊。假如你是吃素的话，切红萝卜切一切，一切哎呀就变成荤的了，对不对？你流血了。你为什么会切到这边手？因为你的心跑掉了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的心常常是很散乱的，尤其天气热的时候头脑都昏昏的。那我注意听，活的时候心是匆匆忙忙的话，你死的时候也不会很安详。白天糊里糊涂的呢，晚上做梦的时候也是糊里糊涂的，对不对？所以训练你自己的心这很重要。第九个力波罗蜜，定慧力。第十个，当然这是指佛的一切种智，智波罗蜜。这跟第六度的般若波罗蜜是有一点不太同的。好，第四次的讲座，上次我讲了，也是八天，讲了南传、北传跟藏传的慈悲喜舍。四无量心，最具体代表的这就是西藏佛教的四臂观音。Om Mani Padme Hum， 它代表四个手臂，代表慈悲喜舍。好，今天请注意听，请看这次我要教什么呢？请看讲义啊，先不用看讲，先看幻灯片。甲午精进不退，在你的64页，请翻开。哦，对不起，讲错，72页。我讲64到67呢，是我科判放在前面啊。你们各位讲义在72页里看甲午，有了十度波罗蜜、六度波罗蜜以后，接下来行菩萨道有一个很重要的，就是要精进不退。注意听，精就是纯一而不杂。72页第二行。精就是指纯一而不杂，进呢就是指往前走，不退就是不往道后退，这叫精进不退。一般人叫做杂乱，杂乱，它不是精进纯一不杂，它是杂乱的往前冲。所以今天开始会介绍精进是过去、现在、未来诸佛成佛很重要的枝干，这是第四资粮，详细会分为四种。接下来翻开75页第16行，甲六悲智结合的三摩地，三摩地叫 Samadhi， 这很重要，请做个记号，大乘三摩地。这一次会介绍大乘三摩地，当然三昧跟三摩地、Samadhi 跟 Samatha 这是相关的，这个我后面再讲。
那它可以分为三种，而且是慈悲跟智慧相结合的三摩地。好，请看，现在翻开72页，请看甲午精进不退第四支粮，先看乙一72页第三行，正因。你要精进一定有因，我刚才说就像你早上喝芦荟汁或者你喝红萝卜汁，你这样做吃健康的食物，当然你的身体就会比较好啊。当然现在新加坡也很流行 organic food， 是比较贵一点点，在台湾也非常流行，因为台湾我们自己有粗米跟蔬菜，所以会比较便宜一点。但是你想想看，为什么全世界我们大家要花这么多的钱去吃 organic food 呢？答案是因为有很多黑心肝的老板，对不对？我听说在台湾哦，乡下现在种菜要分两区，一区是卖给别人的，一区是自己吃的。我说为什么？因为一区呢，它喷的农药是5倍的，那这一区呢，自己吃的只喷一倍的农药。所以你想想看，5倍的农药，虫都可以杀死的话，那吃到你的肚子里的时候，你的肝跟胆跟肾，那不就呢，都变木乃伊了吗？所以为什么现在病痛这么多？所以换句话说，你健康它要有因缘果，虽然贵一点，可是我们只希望自己能够健康。当然假如你能够做好心的食品，有健康的食物，然后呢，那会利益很多很多的众生。好，同样的回来看幻灯片，先看幻灯片好了，不然你翻来翻去的。请看甲午分四己一正因，有智心精进。为什么他知道要精进呢？因为他知道轮回很苦。举个例子，就像今天是礼拜天，你干嘛不去看电影？你干嘛不去看 shopping mall， 对不对？新加坡有很多 Harbourfront、 Bugis Junction、 City Hall， 对不对？对不对？ Paya Leva， 对不对？好多啊，对不对？很多 shopping mall， 你为什么不去呢？当然偶尔去一下很好，对不对？可是去了呢，每次都是大流血，对不对？花了很多钱。好，那你想想看，你为什么会不用去逛街而想来听闻佛法呢？因为你有善根，因为你知道轮回很苦，你因为想要出生老病死当中得到解脱，所以精进也要有正因，智心精进。他知道生死很苦，人生真的很短啊。今天有个老菩萨问我，师父你好吗？我说很好，很忙，越来越老了。他说，师父你怎么可以在我面前说老，我都可以做你的阿嬷了。其实你每天都很老，只是你不承认而已。当你不承认的时候，注意听，突然一个 car accident 或是 accident 的时候，你就不愿意去面对，你不甘心，你也不愿意走，那你会很痛苦。可是假如你听闻的佛法的话，你的心起码会比较舒服一点。你知道人早走跟晚走都要走的，对不对？讲这个并不消极，各位老菩萨不要怕。中国人很怕讲这个生老病死，其实错，你越了解死亡啊，就像脱一件衣服一样。举个例子，你现在坐 MRT 很冷，你就会带一件外套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当你热的地方出了地铁的时候，你就把外套脱下来。死亡就像那么自由，这么自在，但是你要用功修行，对不对？所以死亡其实就像脱一件冬天的外套一样，那是很自在的。你必须用功，你必须了解佛法，你能够修到自己要去哪个世界，我未来要往生哪个佛国土，你可以自己决定，那当然就非常殊胜的。所以为什么我们要来学习佛法？再看幻灯片第二，己二有恶缘。注意听，菩萨现在也要修精进不退。其实这一段的经文呢，是讲的比较深，是讲菩萨，他不单单讲一般的人。菩萨我们刚才讲因缘果，
菩萨在六道众生轮回里面度众生，也会碰到坏人。菩萨举个例子，你现在帮助一个人，对不对？借钱借他，明天呢他就把你倒汇了，钱不还给你啊，那请问你要去告他吗？还是就算了呢？还是呢，哎呀算了，倒霉呢？还是你说啊，归命三宝，我修忍辱波罗蜜吧，忍了一次两次三次，对不对？ Uncle Auntie 好朋友三个都来骗你的钱啊，那你还要被他骗吗？当然这个要有智慧。所以菩萨在六道众生里面呢，他会有恶缘。恶缘是什么呢？生死放逸，心很放逸。接下来看一看幻灯片，己三善果，菩萨勇猛精进啊。哎，我今天要介绍一个你从来没有听过的，注意听，正不退转，叫阿毗跋致，也叫无生法忍，专心听。第四个己巳，他就引经论做证明。好，现在请看72页第19行，己二恶缘生死放逸里面，菩萨又分为两个，丙一菩萨犹有细微的生死，这里的细微的生死是指你的念头。菩萨还是有念头，菩萨没有念头的话，那观世音菩萨就没办法听到你的祈祷，你的祈祈，甚至你哭得很大声，观世音菩萨也听得到。菩萨也有细微的念头，所以菩萨也有细微的生死。详细的意思我后面会讲啊，我先让你知道科判这一次8天的讲座到底要讲什么。丙二，请看73页第8行，菩萨最怕的是堕入了声闻尘跟缘觉尘。菩萨听好，既然叫菩萨，法门无量誓愿学，所以菩萨也学南传的教法，菩萨也学八正道、四圣地、12因缘、37道品。各位可以写一个记号，在大乘佛法跟进入南传跟北传，南传佛教进入大乘佛法，这两个有一个共同的桥梁，叫做37道品，你可以写下来，详细的写在大智度论里面。就说南传佛教写八正道、四圣地或12因缘，那他怎么知道他进入大乘佛法呢？他学37道品，所以37道品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主题。37道品啊，要讲也是会讲很久，至少会，假如是8天的讲座的话，也可能要2次到3次才会全部讲完。那进入了大乘佛法呢，是什么呢？37道品接下来是发菩提心、6度波罗蜜，接下来再来10度波罗蜜，乃至于是华严经的10地，这是大乘佛法。所以注意听，现在新加坡也叫做 multi-culture， 也叫 multi-religion， 很好，你们在这个国家的莲友很有福报，可以看到南传的这个法师，他们巴利文很好，英文也好，不管是口音卡禅师、帕奥禅师教的很多南传清净道论的止观，很重视持戒、过午不食，这个都很好，这是佛的正法。菩萨也学这些，但注意听，菩萨学南传的教法，但是不以证阿罗汉果为目标。我再讲一遍，菩萨学南传的教法，菩萨可以学，为什么？他要利益无量的众生，但是呢，他不以证阿罗汉果为目标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大乘佛法比他更殊胜。像我们华人，像我们华人是很有福报，也是多生多劫修来的，所以你听到大乘佛法，对不对？像海印古寺就是属于大乘佛法的道场，很好啊，利益无量的众生啊，有佛学班，对不对？有法会，有各种的关怀，生老病死的关怀，这个是二乘人声闻跟缘觉比不上的。所以我常常举一个例子说，假如现在有个阿罗汉啊进来的话，
师父一定会坐下来袈裟给他顶礼，因为他是圣人，他不会有烦恼，他不会再受生老病死的轮回痛苦，乃至于来生他自己要投胎到哪里他自己知道。请问你们自己知道投胎来生要投胎到哪里吗？假如知道的人请偷偷举一下手吧。知道吗？好，我今天是第一天，我要慢慢讲，不要急。好，我举一个例子给你听。请问英国的这个伊丽莎白女皇的这个王子叫什么名字？啊？查尔斯还是威廉斯？查尔斯王子是不是？其实我也不太清楚，我举这个例子而已。好，伊丽莎白是英国的女皇，不管一世、二世、三世，你看能够投胎落到她家的做儿子，那多有福报啊！一出生的时候啊，将来就是未来的国王，对不对？他是太子，对不对？你看他吃啊、穿啊、用啊、住的呢，奶奶他穿的皮鞋一定都比我们好，对不对？那请问，全世界有没有哪一个人不让你去投胎做这伊丽莎白女王的儿子啊？没有吧？可是你投胎得了吗？答案是你挤不进去。为什么？因为你没有那个功德跟福报，知道吗？所以各位真诚地说，师父不是开玩笑，能生在新加坡都是过去修行的。我甚至可以告诉你，连新加坡有很多人过去是都是佛教徒，甚至有些是过去是从天上来的，对，天上修得不好掉下来的。你们呢，有些人也有从地狱恶鬼畜生三恶道来的。所以你有些发现，有些孩子哦，那真的呢牛脾气啊，过去是牛来投胎的，知道吗？有六道轮回，对。当你慢慢用功啊，你不要去惊讶，哎，我过去是也是法师，我过去也是从人道来投胎的。好，我不要讲太多，那是我秘密。所以我告诉你，新加坡有很多的人，大部分过去都是佛教徒，都在人间做过很多善事，慈善、教育、医疗，也有呢升到天上去修行的，但你福报享尽了，懂解了掉下来的，也有从地狱恶鬼畜生来投胎。好，那现在问题就是你来了人间你要做什么。好，再举一个 South Africa， 请问南非你们有看过吗？各位看过吗？世界展望会 World Vision， 虽然是基督教天主教，我也很赞叹他一年可以救800万人呢、啊，你看南非人瘦瘦的，对不对？你们都看过图片吧？也短片呢、啊，对不对？脖子细细的，黑黑的，对不对？妈妈呢用奶喂他，没有食物，大家用抢的，对不对？肮脏丢在垃圾里，苍蝇呢东西他还抢来吃。那请问，谁让他投胎到南非啊？上帝吗 ？The answer is no。佛菩萨吗？惩罚他把他送到南非吗？也不是吧，他的业跟烦恼让他投胎到南非的人、啊、所以可见呢，投胎到南非也是自己造成的，投胎可以做英国伊丽莎白女皇的儿子也是他自己的功德、啊、那换句话说，天价是很公平的事情，你家里会很有福报，那也是你过去修来的。你现在家里呢都是呢三天一大吵五天一大闹，那我跟你讲，那也是你自己造成的，只是你忘记了。为什么？你脾气很坏，你嗔心很重，你常常得理不饶人，所以你假如不学佛法的话，你今生就没办法转变为慈悲。所以我讲伊丽莎白女王的这个例子以及南非的例子，说明了一个是什么呢？是业自己去投胎的。你们要投胎做和尚吗？我看很多人还是不要吧，对不对？和尚很辛苦的，对不对？出家的师父都很辛苦的，对不对？其实在家也很苦的，在家出家你知道吗？不改你的业啊，你活在最快乐的新加坡的国家，很有福报，你还是很苦的。我有机会有些莲友会带我去 Chinatown 或去办事情，我看到新加坡很多老人家、啊、真的很可怜。